自从杨幂宣布怀孕以后，人们对杨幂未来的小宝宝就非常关注。小时代三杀青之后，杨幂就安心回家养胎了。近日杨幂夜晚现身上海街头，当时杨幂内着红色礼服，穿着外套遮着孕肚，从酒店停车场走出，发现有记者偷拍后，她先是闪躲一下，见记者没有离去，只能与助理等快速上车躲避偷拍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